大家好，我叫张树鹏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翼装飞行员。今天我要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。我要挑战翼装飞行穿越移动靶。到时候我们会把靶标放在汽车上，然后我会以将近200公里的时速在空中调整好角度去穿击这个靶标，我希望我能够成功。